如何在一分钟内学会晴天的前奏？第一步，学右手的指弹。第一个，第二个，第三个，第四个就是。第二步就是左手的按法。第一个，第二个，第三个，第四个，第三步右手和左手连接一起弹。第一个，第二个，第三个，第四个。其实吉他是很容易学的，只要你找到对的方法和方式，你一定可以做到的。这么多年了，你心中的梦想很想学吉他，这是一个机会，可以点击以下的链接了解更多。